下战局，焦灼，只好行刺权宜之计了。麻烦为昊天宗弟子安排另一个住处，连昊天宗与四堂救援难消，会避免争端。大供奉献出生命来开启，你为我感到悲伤。杀孩子们，传承之门，才是五魂帝国的最高统治者。你还敢违抗？你说什么？大供奉你是手下留情。啊啊啊